我是四舍。今天大家看到我素颜，真的很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要去做大事情，因为我今天要去体验当明星的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明星梦的一天，说实话其实我有，然后加上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是去做那个演艺圈的嘛，所以当我去看到我家艺人呢就去美容室那里化妆弄头发，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想要，所以呢我就特别上网找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配套，次呢在那个 KLO 的一个网站一个平台上呢就找到这个配套，我就想说好，为了给自己一个新年礼物呢，我决定要去参加这个配套，因为我觉得太爽了，可以给专业的化妆师化妆，然后又可以弄美美头发，然后还有就是拍照拍写真集，我觉得这太棒了。大家知道韩国就是化妆啊弄头发拍照都很厉害嘛，所以今天呢让我来先去体验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心得，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到时候来韩国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当明星的一天。我就拉了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呢都是素颜的状态，超素的，除了有眉毛之外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就是把那个影片关掉，因为等一下我就会画眉眉了耶、yeah, 好期待哦。我们就坐着他的接驳车就送我来清潭洞这边。那其实这个配套呢，体验明星配套呢其实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在彭大，然后一个是在清潭洞的。那当然大家知道艺人们都是来清潭洞，那既然我要来当艺人的话，我就是要来清潭洞啊，所以我就选择这配套。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他们送我去哪一家美容室，我就坐车就傻傻来到这里，然后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吓到说天哪，竟然是这家。因为这家呢，这家美容室呢，其实我在三四年前吧，就是在来韩国的时候呢，我来过这里剪头发，但是当时我是没有拍影片的。然后我想说天哪，因为我知道这家非常有名，所以呢我现在很惊讶，我现在抱着一个很开心很期待的兴奋要上去，就是接受弄头发化妆，走吧。随便打个厨师给把你的腿通。같은밤같은침대에서이른아침눈을떠 Turn off the light 같은사이去弄头发，天哪，我真的觉得韩国化妆真的是很细心哎。我的睫毛是一根一根走，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眼睛真的很大，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在韩国美容室不会沟通怎么办，不会韩语怎么办，但不用担心，因为其实不需要，但是因为这个配套里面它刚好就是有附一个翻译给你，不管是要英文中文广东话什么都有，就给你选项去选你要什么样的翻译，所以我觉得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对，现在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刚刚我就问那个化妆师，他有就是这
间点有雪莉果，他就跟我刚刚跟我说有 Big Bang， 然后很多演员都有来过。虽然今天我没有机会遇到任何人，对，感觉今天没有一人来。但是我跟你们说，几年前我来的时候啊，我在这间店就剪过头发，然后我也在外面遇过，就是走，就是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我遇过 Crystal， 就是FX 之前的前员 Crystal， 所以你们说棒棒吧。现在呢，就是已经弄完头发，然后化好妆，然后就要移动去拍照了。哇，我天哪，这样子，好久不见了。我不要。哎，你更像安娜的。安娜，哦，好，我要。可爱吗？可爱。哎，이런거는저기회없어요보지마보지마이런거는보지마이런거는그냥哦，一波！耶、yeah, ，现在我们要来拍照喽。然后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不太会拍照的人，我会很害羞的，这样子。我今天穿的是一件那个 one piece， 这样子。因为莉亚说要 lady 一点，因为我平常可能她觉得我不太像女生，我哪有？所以呢，她就叫我穿裙子。但确实这其实不是我的 style， 不太是我平常会穿的衣服。我们等一下去拍照喽 ，Go！ 근데어밤이야이거는오늘햇빛도없고이거가능불가능밖에가파랗게나와서안돼요이거불가능이거이정도이정도는돼요 We have good night.说一个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一栋楼啊，还有这一个章的所有的那个背景啊，都是真背景啊，绝对不是什么那个背景纸弄出来的，它是真的是有游泳池，在最高七楼有游泳池，哇，然后还有图书馆，我觉得超强的，就是这一整栋楼都是真正的背景，好强哦。然后这有超多的那个sample 照，虽然全部都是男朋友跟女朋友的啦，可是大家我们没有男朋友的，当然要好好对待自己，也要来拍美美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韩国，可以留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就是来这里拍，体验一下当韩星拍画报的感觉，赞。오너무좋다오지효오오오오오하나둘셋어때요원투쓰리후하나둘셋후好了，那今天体验一日的明星终于结束了。对，然后我现在舍不得我的妆，因为我觉得还蛮爽的，就是带妆然后带头发然后拍照，我觉得其实还蛮棒的体验，就是他会跟你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摆，然后呢最后呢他会给你三张修图的照片，那其他的他原本还是会发给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经验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来韩国的话，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订这配套哦，因为还蛮好玩的。好咯，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记得给这影片一个赞，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已经订阅的朋友记得把小铃铛打开，那还没有关注我 IG 的话记得去关注哦。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桃妹牌哟，拜拜。